各位同心学员吼，恁那三天两夜吼，真甘心啦吼，来参加这个高级班的训练。恁高级班了吼，会当吼去各州吼报道吼报道。若要迄落吼，迄个会当选议员、阁员吼，选你的职位。会当阁进一步，会当参加这个军事的考试。吼，军事的考试了，一寡吼，这个再教育吼，会当阁参加吼。增加你的执政的迄个能力，甲对法理的认识。吼，对于这个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进一步的了解吼。整个世界吼，即马拢在变化。吼，尤其你甲看这个中国、美国、日本吼，甲台湾最近吼，台湾的议题啊，差甲吼，这个共济闹台啦吼，这个美舰吼来的吼，这个吼按台湾海峡经济吼，一寡吼美国甲中国的一寡动作吼。这个整个亚太大环境的整个变化吼，中美贸易的谈判吼，整个吼，这个世界吼，在美国的川普的主导下吼，即将日皇吼，这个日本新的天皇嘛要继位，然后5月嘛，5月1号，所以这个这么复杂的这个国际社会。这个变化中间吼，咱台湾民政府吼，在内底扮着什么样的角色吼？我今日就是我讲这个咱台湾民政府这个吼关关键键吼，这个关关键键中间吼，那在等待吼，就是这个执政吼，执政，咱主要就是要执政。在军政府下骹，美国军占领地。军政府下骹吼，一定要设一个民政府吼，咱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吼，是伫美国有登记的政府吼，有这个美国司法部认定的一个政府吼，有正式的政府吼，我。是台北州啦吼，我伫中央内阁候审审吼，咱的身份是啥？咱的身份是迄个吼，天皇的臣民吼，天皇臣民，咱的国籍吼，法院判决，咱的国籍还没有消失，还没有消失，吼，咱这个吼是大日本帝国下骹迄个天皇的臣民，吼，天皇的臣民，啊，天皇的臣民。这个哈，台美关系哈，五大宣言哈，这个美国的原则哈，就是讲，他美国哈是台湾哈是美国的。占领地吼，这旧金山23条内底有写吼，迄个主要占领全国吼，所以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对台湾的领土无野心吼，就是讲伊是占领这个所在吼，占领不移转主权啊，所以美国也知影这个法律吼，对台湾无野心吼，这个土地伊无野心。美国坚决维持自由、民主、人权与真理啊，就是讲你台湾啊，你的民主啊，你的迄个人权啊，甲你的自由、甲你的真理啊，美国人啊，这个啊，真重视啊，伊不爱让你这个台湾行按共产国家啊。无爱你迄个吼，即个共产制度踮即台湾即个吼施行吼，
你会当吼自由选择管理的模式，吼，就是讲你自治，吼，你会当自治，吼，你要用什么方式来管理你自己，吼，美国尊重，吼，美国尊重，啊，美国对台湾人负有保护防卫的责任，啊，这个台湾关系法、美国宪法，吼，啊，内底法律，吼，拢有这个法律的保障，吼，受美国宪法的保障，吼，啊，美国对台湾，吼。第一，这个国内法，哈，台湾关系法，哈，哦啊，你甲看最近哈 ，AIT 嘛承认证实哈，讲按2005年哈，这个 AIT 内底已经有海军陆战队迄个哈，派驻哈，啊。即、这个吼，你甲看你看较早古诶，古年古年吼，伊 AIT 成立诶时，伊内湖开幕诶时阵，吼，伊就人家问讲，啊有陆战队无？伊不承认吼，不承认，吼，啊伊即久吼，即、这个吼四月初三吼，四月初三迄天吼，报纸啊 AIT 嘛承认讲。啊、哦，迄、那个按2005年就有即个陆战队进驻，哈、哦，啊，佮伊个编制哈，伊、哦、驻台美军的数量哈、哦、人数哈、哦，比驻北京还要多，哦，表示讲伊即个 Manning House AIT 即、這个内湖即个即、這个。起甲遮尼大，吼、哦，伊是一个迄个海陆啊之家，吼、哦，要有海军陆战队来进驻，吼、哦，来迄落，伊的迄个人数吼、哦，比北京的这个吼、哦，这个海陆啊人数还要多，吼、哦，啊，吼、哦，啊，即间。这间内湖这间吼，伊、哦、连这个国旗嘛也嘛，这个吼、哦，升上来了吼、哦。啊，你伫信义路吼、哦，这个美国这个还未搬以前吼、哦、签证吼，伊、哦、吼、哦、这个签证拢伫遐吼。啊，即摆搬入去这个 Manning House 吼、哦，这个。好，内湖这个哈新的这个建筑物哈，有哈啊，表示讲啥？表示讲伊按这个哈民间这个国务院的系统，慢慢啊接轨到国防部的系统，哈啊，这个李英杰哈，李英杰伊是军人啦，哦啊，较早迄个梅建华是国务院的，哦。啊，所以这个无缝接轨哈、哦，慢慢啊接轨到这个哈、哦，这个国防部系统 USMG 啊、哦、USMG 啊、哦、啊，这个最近啊、哦，这个中共的这个哈、哦，这个军机哈、哦，越过这个台湾海峡的中线。啊，美国的军方哈，亚太、印太迄个司令迄个戴维森哈，伊、哦、哈、哦、有迄个讲哈，讲啥？台湾不能接受一国两制，哈、哦，这是军方的人出来讲，哈、哦，这个表示讲哈，即嘛，这个哈，迄、哦这个台湾哈，即嘛哈出来讲的。哦，唔是即个国务系统迄个方面的人，是军方出来讲，哦，讲，迄个表示哈，迄、哦那个讲台湾唔是不能接受的中国迄、那个吼、哦、一国两制，啊、哦，啊，前几天哈，迄、哦那个三月二六的时阵哈、哦，有两只即个哈，即、哦這个。
一架是迄个驱逐舰，一架是海防舰。啊，这海防舰是啥？是美国国内这个保护这个海岸的这个国内吼、哦，国内。啊，伊经过咱台湾海峡，吼、哦，这个海防舰经过海咱台湾海峡，这个意义足大诶，表示讲这个伊把这个台湾当作伊国内，吼、哦，国内。哦，国内，哦，啊，这个，哦，所以哈、哦，这个意思哈、哦，真重大啦，哈、哦，啊，所以，即马这个中国的这个动作在这么迄条，哦，这么大，哈、哦，啊，波顿，哈、哦，啊，波顿，啊，波顿这个人，哈、哦，是鹰派，美国的、那个。迄、那个川普总统吼，伊个顾问吼，顾问，伊在做联合国副代表的时阵吼，伊就讲，琉球的2万的迄个海陆啊，会当刷来台湾吼，伊就这个建议吼，啊，佫有在这个南海的吼，甲中国有纠纷的时阵，伊就甲中国警告讲，这个。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加这个南海的安全，吼、哦，安全，吼、哦，这个飞机啦，吼、哦，啊，加军舰啦，吼、哦，这个自由航行权加安全航行权，吼、哦，加美国警告讲，你爱这个，吼、哦，哦，这个有这个自由航行加这个安全航行，啊，佮这边。哦，共军闹台，踮咧骚扰的时阵，伊嘛警告这个中国讲，这个吼、哦、对台湾这个老百姓无啥物好处，哦，你安尼做、哦、没有什么好处，哦。所以这個白宫吼、哦，这是白宫吼，哈、哦，白宫的顾问讲出来，哈、哦。啊，这是清泉岗。美军驻清泉岗基地的迄个单位队徽吼，你甲看有这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徽，加这个空军的迄个队徽，吼，啊，佫真侪迄个啊单位的迄个队徽，主要就是就空军加这个海军陆战队，所以你甲看讲这个从离前了。清泉岗，台中的清泉岗，吼、哦，一直就有这两个，吼、哦、连队，吼、哦，啊，即嘛，吼、哦，这个，伊即嘛，吼、哦，美国讲出来啊，吼、哦，讲出来，吼、哦，啊，就是这个表示讲这个美战，吼、哦，美战，就是美国直接占领，就是这一。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了后的美国直接占领，吼、哦，啊，即卖就过来就是，吼、哦，伊个，吼、哦，这个美战，吼、哦，啊，这是这个争端的迄、那个有领土争端的迄个南海，吼、哦，南海，吼、哦，啊，这个中国底下天骄造岛，吼、哦、啊，把这个做跑道，吼、哦、军机下降，吼、哦、啊，佮做迄个飞弹的迄个发射，吼、哦、啊，佮做一挂迄、那个，吼、哦、这个，吼、哦、迄、那个导弹，吼、哦、导弹的试，迄个，吼、哦、啊，美国嘛有迄个应变的策略，吼、哦、有迄个加农炮，吼、哦、1500公里，吼、哦、迄、那个加农炮，迄个，吼、哦。会当把迄个伊个基地吼，伊个军舰吼，甲摧毁吼，啊，同款有迄个航母战斗群吼，卡尔文斯号、迷你兹号吼，啊个福特号吼，即踮遐个巡逻吼，像即迄个，即个吼，第一个吼，啊一。有当时啊，吼，美国想要伊就甲走入去迄个十二海里内底，
享有它的自由航行权，所以这个中国跟美国在那里，美国也在提升它的一个这个战术，中国它精良精密的一个武器放在那里，所以南海你来说它每年4.3兆的那個 美金的那個通过这个南海，通过南海，这是日本啦、韩国啦、这个越南啦、这个周边这个国家的生命线，所以你看这个美国啊，呢美国在里按这么远的所在，按关岛，北，经过这个巴士海峡，巴士海峡，再北，再个转头。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咧飞来这个钓鱼岛，飞来东海，这个旧金山，合约，1951年，9月初8，盟军签署的时阵，这个旧金山2B加2F，迄阵啊，就有签落的时阵就。承认讲这是日本，日本的土地，日本天皇，日本所有，所以即马，迄个23条，美国享有这个因为征服，征服享有这个占领权，所以。从那么远的地方飞这个52来家执行他享有他的占有权，所以南海争端这个美国随时会当控制，这是第一岛链，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美国咱台湾的地位在这个真重要的所在，台湾啊，和伊个和中国占领的时阵，突破的时阵这个第一岛链就有缺口，有缺口，这个、印太即嘛，这个印太策略，印太策略，那这个台湾的主要伊、那个伊、那个地位嘛，足重要的，即马，即个美国即最高状况的时阵，就是讲，万一中国啦，迄个西台，解决方案，就2020要做一个迄个太平洋捍卫者的演习，就是要派即个一万的迄、那个。陆军加这个美日联合演习这个伊有人这伊有讲出来讲有可能就是按这个陆军按这个菲律宾来登陆后勤放在这个泰国陆战队按这个北方守遐，登陆，这个夺岛，夺岛按这个，按这个夺岛演习啦，夺岛演习，这是美国有这个甲日本有这个演习Empire of Japan 大日本帝国，这是中战的时阵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中战的时阵，伊所占的迄个满洲国中国甲台湾是迄阵啊是伊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菲律宾、东南亚印尼、爪哇这拢是迄阵啊大日本帝国的迄个
对，占领的，哈，占领的，哈。啊，即马，即个哈，明人要先前，迄个生前退位，哈，生前退位，哈，这是200年来，哈，迄个日本哈发生的，哈，过去拢是天皇死了，哈，啊，再有迄个新的，迄个年号新的再出来，吼、哦，啊，这边，吼、哦，啊，这边吼、哦，皇太子吼、哦，5月1号吼、哦，要登天皇，吼、哦，哎，吼、哦，啊，5月吼、哦，要见川普总统，啊，6月要见习近平，吼、哦，吼、哦，啊，所以你看看吼、哦，这个。5月6号，这个 AIT 要签到这个新的这个内湖的迄个哈 AIT 啊，美国的即久宣布，吼、哦、讲这个有这个海军陆战队，吼、哦、啊天皇5月要。要继任新的天皇，吼、哦，啊，这拢有互相的关联啦，吼、哦。敢那20，这个，啊、哦，以前那，啊、哦，这个哈、哦、4月初，啊、哦，啊，颁发的那个年号或者令和，啊、哦，令和。啊！这安倍又讲出来吼，讲这个新的名称代表秩序和和谐哈，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哈。好、哦，这是哈、哦，就是讲这个有这个含义在内底哈。好、哦，就是讲要这个新的天皇出来哈、哦，有新的秩序，加一个新的希望哈、哦、啊。啊，和谐吼、哦，就是讲，离除世界大战，买啥安尼讲啦？讲过去留落来一挂啊，未解决的问题吼、哦，还没有上轨道，啊，未上秩序的，哎，一挂问题吼，吼、哦，今、哦、这个新的天皇的年代来底吼，会处理吼、哦，会处理。好、哦，啊就。5月1号要上任哈，啊，合作令和哈，这是令和哈，令和，啊，这新的哈，新的啊，德仁哈，德仁，啊，加这哈，这啊，哦，啊，这是这个名人哈，要下位之前哈，要下位之前，在去年的3月28、27哈。啊，牵系着他台湾的皇民，伫与那国岛哈，伫、哦、离台湾上近的100公里的所在，哈、哦，面朝向着台湾，哈、哦，啊，眺望台湾的皇家土地，哈、哦，哪一家哈、哦，嘿，这个所在哈，来看伊的黄土，哈、哦，黄土，哈、哦。咱台湾来看来巡，伊要落迄个退位之前吼，去每一个日本的所有的伊的黄土吼，拢去行一抓，吼，啊，所以伊来遮安尼，来关心伊的皇民吼，啊，看伊的黄土，吼。哦，啊，这咱是去。每年吼，2011年开始，每年拢会去甲拜寿吼。啊，你甲看这种，咱去的时阵，拢是参贺者的先头吼，先头吼，伊真甲咱重视。咱头一摆去的时阵吼，吼，迄个宫内厅的人不要咱入去，吼，啊去到尾啊。
去甲天龙迄落，迄警察牌啊，拢入去啦。啊，到尾啊，去警察去甲迄落，吼、哦、啊，结果公内厅，吼、哦，允许咱入去，吼、哦、啊，这个要允许咱入去，这个动作就是讲，有甲咱承认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吼、哦，默许这个承认咱这个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就是讲。政治台湾变作华丽的台湾啦，就是讲，伊承认咱是大日本帝国下的这个吼，敢那下骹有这个日本国甲这个台湾国，吼，就是讲这个在这个祝贺的广场内底，敢那两种旗，一种就是日本国旗甲这个。台湾民政府国旗，吼、哦，就是讲，伫大日本帝国下骹，吼、哦，伊、哦、已经甲咱承认咱是大日本帝国下骹的台湾，吼、哦，嘿。啊，恁若有时间会当去这个，吼、哦，中央走廊，遐真侪相片，吼、哦，咱按2006年抗美案了后。真侪活动吼，一挂相片拢会当看，吼、哦。这吼，啊、哦，2006年吼、哦、有抗美案，啊、哦，2008年吼、哦、台湾民政府成立，2009年第一次抗美案，一、那个判决，啊、哦，2010年吼、哦、世纪饭店的酒会吼、哦，啊，美国有。送咱两张相片，吼，一张就是二重桥，啊，一张就是奥巴马的迄个相片，吼，啊，就是表示讲日苏美战，吼，日苏美战，啊，啊，2011年，吼，啊，有去甲天龙祝寿，吼，啊，身份证的发放，2012年，吼，吼，第二摆过去甲。天龙祝寿，啊，这个美国给咱这个海军旗，吼、哦，所以你甲看吼，甲天龙祝寿了后，吼、哦，美国就有动作，给咱有这个海军旗，吼、哦，吼、哦，敢那这边吼、哦，咱美国表态，迄个。讲有海陆啊，踮咧台湾，吼、哦，啊，日本就，吼、哦，有这个吼，即、哦這个敢那讲有这个，吼、哦，这个动作吼，敢那这个连续的这个动作吼、哦，2012年吼。哦第二摆吼，啊，甲迄个海角钓啊去。2013年吼、哦，有迄、那个，吼、哦，伫美国召开记者招迄、那个记者会，吼、哦。啊，2014年吼、哦，有第二摆抗美案，吼、哦，啊，甲迄个千人游行，快乐华丽大游行，吼、哦。啊，2015年吼，诶、哦，正式依法正式上线。啊，2016年吼、哦，咱开始参加这个是迄个外国政府吼、哦，美国司法部甲咱批，这个批准是迄个外国政府。啊，咱也迄个参加这个国际迄个高峰会议，啊，进入这个国际的这个 G7 的迄个专刊，吼、哦。啊，啊，这个啊，2016年的年底，哈、哦，参加这个华盛顿 D.C. 的这个，哈、哦，竞选，哈、哦，那个观摩，哈、哦，那个美国的这个大选的运作情形，哈、哦，啊，受邀这个美国总统的一个大选，哈、哦。啊！2017年吼、哦，有迄个胡林有参加这个
第四十五届的总统的就职典礼，哦，啊，我们夫人啊有参加这个美国妇女的早餐会，哦，啊个第二次抗美案的判决，哦，啊个在华盛顿 D.C. 这个有这个酒会，哈，哦，国际这个举行国际这个哈，哦，这个。啊，个有这个华理大变革的这个游行活动，哦，啊，个有这个，哦，登上这联合国的会前的报告书，哦，啊，个咱也有参加这个联合国，哦，2017年，啊，个2018年，咱有参加联合国，哦，所以这你拢会当踮喺这个中央迄个走廊迄个哈。啊，这个时光隧道，哈，时光走廊，哈，会当看出足侪相片，拢有当踮遐看，看会到，哈。哦，啊，咱重要紧的就是这个，哦，这个，哈，抗美案，抗美案，这是咱的根本，咱的华丽的基础，哦，啊，登上这个，哈，G7，哦，我以政府的名义，哈，登上这个G7。哦，啊，每年哈，拢去甲天皇祝寿，哦，啊，天皇，哦，有甲咱承认咱是哦他的臣民，哦，啊，去参加这个靖国神社，哈，哦，靖国神社，啊，靖国神社内底有39,000人，哦，啊，表示咱是以日本的迄个哈。哦无法切割，哈，无法切割，哈，哈，啊，这个，哈，像讲这个中华民国军人士伊藏的纪念册，啊，这个咱日本成大日本帝国下的迄个，哈，台湾人，哈，死去，哈，嘛是藏的靖国神社，哈，靖国神社。啊，个有这个哈，这个哈，啊，入去联合国哈，咱入去联合国哈，啊，咱的身份证哈被承认，啊，被承认，啊，啊，这个华盛顿的迄个记者会哈，啊，个四季饭店哈，就是上咱两这个哈两百度哈，一个总统啊，一个二重桥哈，就是。意义就是日苏美战的意义啊，啊，个在华盛顿 D.C. 哦承认这个办公室，好，另外伊拉克遐尼侪迄个民政府哈，到尾也承认的，就是在有在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的迄个民政府，哦，啊，咱踮咧华盛顿 D.C. 有设这个办公室，哈，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啊，这就是咱的迄个抗美案。迄个吼，第一次抗美案，吼啊，第一次判决吼，就是5点吼。第一点就是讲，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啊，本土台湾人到今日还佫生活在政治炼狱中，啊，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原告台湾民政府。台湾目前还在美国军事占领中，哦，这就是伊的判决，哦，这足重要的哈，哦，啊，那，啊，哎，啊，这就是判决了，啊，这好，哦，有跟咱司法部，有跟咱的书信的来往，啊，书信的来往，啊，啊，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啊，啊，跟咱的迄，那个，这个。哦，咱的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哦，伊阵啊就已经有咱的迄，那个，甲迄，那个咱的迄个秘书长哦，那就 CS 令，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哦，判决掉，哦，判决掉，哦，有这个书信的来往，哦，啊，啊，这是这个上咱这个海钓阿基哦的，哦。
伫国防部的迄个吼，国防部长吼，委托国土安全部赠送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旗，同时赠予 as you wish， 如你所愿哈，表达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于不久的将来，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进驻台湾日本，以前那国防部就是安尼讲，as you wish， 如你们所愿，啊，这是海陆啊，海陆啊之家，伊这媒体哦，外国媒体哦，拢甲咱伊个 Marine House， Marine House， 啊，这是这个，这是伊个迄个海军陆战队迄个队徽啦，啊，这是内湖的建筑，伊这就是要起哦，这海陆啊大个，所以内底迄个钢丝啦，啊，是迄个钢钉啦、钢人啦。还是迄落吼，迄种做到这个，拢不爱哦，这个吼，拢安尼美国人一手包办就对了，吼，安全做到最高品质，吼，最高品质，吼。哦，啊，这是第二次的迄个判决，吼，这个控美案，哦，控美案，吼，啊，伊个判决是啥？就是讲，这个台湾人哈，台湾啊，日本啊，个对台湾啊，个有潜在的管辖权。只有日本会当予本土台湾人国籍，本土台湾人的国籍应该是日本天皇的臣民。主张台湾属于中华民国的开罗宣言是一张废纸，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而中国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已明确承认，于1946年变更台湾本土台湾人的国籍，已造成本土台湾人丧失国籍的伤害，有伤害啦，所以当行政赔偿了哈。联合国的无法给予本土台湾人国籍，本土台湾人不得依据联合国宪章的人民自决要求公投选举独立。台湾的地位是日苏美战，所以第二摆的判官就是讲中华民国伊有承认讲造成咱本土台湾人的迄个丧失国籍的伤害，所以会当申请这个人权赔偿，啊，恁若讲恁有身份证哈，啊，搁去州的申请这个人权赔偿，这个人权的赔偿金吼，一般拢是。这个哈，一般的惯例啦哈，敢那一个，一个美国的黑人在一个素食店内底食汉堡，啊，这威特甲讲啊，你边啊坐吼，你点卖点遮坐，啊，一个黑人去甲这个汉堡店告哈，结果法院甲判决两亿哈，两亿的一个哦，天文数字的一个赔偿。所以咱这个案，这个人权赔偿案，你若有去申请，你若有迄个身份证，会当去登记，咱本来就是日本国籍，伊甲咱改做这个中华民国国籍，而且中华民国伊有承认，造成咱本土台湾人的伤害，会当申请这个赔偿，人权赔偿金。啊，这是咱的一个基金会的一个证书啦，咱台湾民政府就是美国有这个证书的，台湾民主基金会跟台湾，跟这个台湾政府，啊，这是咱在这个华盛顿 DC 的迄个办公室的外，这个哈，在设在这个所在哈，这栋大楼内底，啊，来，这是大楼内底的迄个
咱的办公室的迄个办公室，咱司法部甲咱判定是外国政府，就是这6340，6340，咱就是用张用这张去申请入去 G7 甲 G20，以政府的名义申请，入去 G7，以政府的名义入去 G20，才法度用政府的名义牵在这个12个顶头，这个国务院的网站也有咱那个抗美案的资料，抗美案的资料，所以司法部，这是去年三四个月的时阵啊，美国的迄个网站，国务院的网站，咱那个林志森博士第一次的抗美案，甲第二次抗美案的资料，第一个网站拢看会到，这是伊的 PDF 档 ，PDF 档 ，PDF 档 ，PDF 档，这是伊的网址，这是伊的网址，网址，拍这个网址而已，拍这个网址落去，就有伊的判决文，判决文，这是咱今年年初在台北州举办这个举行这个国际记者会举办了足成功的美国的迄个甲日本的媒体拢有大量的报道迄阵啊就是讲爱签这个和平条约就是讲，本土台湾人向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呼吁，ROC 应该和 TC 签署那个中战协议及和平条约，正式结束二战，才能真正的为台湾带来和平。不知这个安尼因为真像日俄嘛是真在签署这个和平条约所以咱台湾嘛是爱爱加好是签署和这个把这个二战的那个遗留下来的问题画下句点不要再拖延给下一个世代这是历史世界大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候那是中战的时候日本所占的那个占领地满洲华中、华东、华南，甲这个东南亚，印尼爪哇、菲律宾，台湾是咱主对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还有那同盟国，有这四个国家，轴心国，有日本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到尾啊，这个东条英机用战争罪犯了战争罪日本、美国甲小姐拢咧太平洋
吼，拢一个拢全是美国一个国家完成，吼，一个国家完成，吼，啊，咱台湾嘛是，吼，美国吼一个国家吼，啊，迄阵啊，美利教吼，美利教吼，迄阵啊常常咧讲走苦修，走苦修，走空袭，走空袭，吼，诶，拢是美军的轰炸，吼。啊，这中战了签这个旧金山合约，这是吉田嘛，吼、哦、吉田嘛，啊，所以降服书，哈、哦，降服书，啊，这是降服书。降服书的时阵，哈、哦，有日本天皇加日本政府签，哈、哦，但是旧金山合约，哈、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干那吉田茂签，吼、哦、吉田茂签，天龙无签啦，吼、哦、天龙无签，所以是安怎？迄个中战阿袂中战，但是阿袂停战协定是安怎？澳咱要甲澳是签中战协定，甲和平协议，啊，苏联甲日本也要签这个中战协定甲和平协定。停战啦，停战吼，停战协定，停战哈。啊，所以你这个旧金山合约，吼，虽然有日本政府签，但是美国总统加天皇还袂签，吼，吼。所以，吼，咱台湾嘛是吼，加 ROC 还袂签这个停战协定，加这个和平协议，吼，就是。以前的迄个一挂，即个像独岛啦，吼，北方四岛啦，台湾啦，吼，加即个，吼，有争议的迄个，吼，拢还袂签，吼，啊，所以即马天龙五月一号继位，吼，啊，五月川普就要去拜访即个天龙，吼，啊，甲六月习近平就要去拜访即个天龙。就是要处理吼以前还袂解决的，即个南海问题啦、独岛问题啦，吼啊，甲即个东海啦、即个钓鱼岛啦，吼即挂问题吼，即个以前留落来即挂问题吼，吼总统甲美国总统甲即个天皇还袂签。好、哦，阿伯签，好、哦，好、哦，这就是迄阵啊的一挂哈、哦，以前留落来一挂有争议的地方，哦，北方四岛、韩国的这个独岛，啊个这个台湾家的迄个钓鱼岛，哦，啊个南海，哦，好、哦，啊，所以你看日俄嘛是同意。啊，要紧签这个和平协议，啊，啊，北方四岛要紧赶快处理，啊，这个安倍，啊，加这个普京，啊，伊嘛是在讲到这个问题，啊，七十年啊，啊，以前了七十年啊，还袂处理，啊，即马要紧处理啊，唔通阁留这个后代的子孙，哈，嘿，啊。普丁跟这个安倍哈，啊，啊，这个北方四岛的争议啊，北方四岛的争议，要紧解决，啊，要紧解决，啊，按啊，加速啊，加速和平条约协商啊，啊，伊嘛是加速啊。啊，日俄外相啊，在罗马开会啊，加速和平条约谈判啊，就紧处理这个代志啊，紧处理这个代志啊，啊，啊，签署俄日和平条约意味着承认二战的结果啊，结束了，结束啊，终战啊，所以我都来讲的，这就是讲。
这个有救援的地方，即马天龙起来，哦，是安怎先前退位，哦，是安怎要少年的起来处理，哦，新的处理，哦，啊，咱你看美军踮台湾，哦，美国也宣布讲，确实就是我美战，哦，海军陆战队，哦，确实从2005年就已经在台湾了，哦。啊，若讲天龙新的天龙哈，佮承认哈来佮美国哈达成一个哈，一个咱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哈，伊美国人要安怎来处理台湾，哈，要有咱台湾佮登基日本哈邦联哈联邦邦联哈，佮那天龙拄啊我讲的。大日本帝国下面的两个一个吼，大一个日本国跟台湾国，吼，哦，这个新闻发布会哈，啊，这是 G20 加 G7 哈，咱用咱的一个外国政府的名义入去，啊，参加这个杂志哈，啊，伊甲咱看咱的一个哈，啊。参加这个 G7 跟 G20， 啊，就是用这张落去申请，是政府的名义落去申请，才有法度入去这个啊 G20 跟 G7， 爱政府的名义啦，哈，爱政府的名义才有法度来参加哈，啊 G20， 啊，这是这个对。这个去年的十一月底哈，十二月初的阿根廷哈，啊伊甲咱哈，这个咱的报道哈，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哈，放了20页，哦，拢总有4页的报道哈，有4页的报道放在最上面哈，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啊伊的。发表的文章哈 ，New Global Trade Order Need to Include Taiwan， 啊 ，New Global Trade Order Need to Include Taiwan， 啊 ，G20 哈应该要增加贸易跟啊贸易在啊 with other nation 啊，就是讲哈，这意思就是讲哈。新的全球贸易的秩序啊，需要包括台湾在里面，哦，啊 ，Taiwan Matter 啊 ，Taiwan Matter 啊，来电嘛，刚刚讲到这個台湾的一些事件哈，啊 ，G7 嘛是同款哈，有讲到这个代志，啊 ，G7 来电哈，你来看哈，有这个哈，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哈，82页哈，啊。报道台湾的咱台湾民政府的代志哈，啊，台湾 matter， 台湾事件，啊，也就是讲 G7 哈必须考虑国际认可，啊，对台湾的国际认可，增加贸易，随着七国集团所有的成员重新思考和考虑彼此和世界的贸易关系。重要的是要记住台湾问题，并应突出加强商业和国际承认，哈，就是跟台湾来增加它的贸易量，还有国际哈对台湾的国际的承认，哈，就是哈 G7 哈台湾 matter 加 G20 哈，好，咱的一个哈诉求，哈诉求，啊 G7 有这几个国家啦，哈，美国、日本。啊，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啊，啊，德国，啊，啊，这七个国家占全世界迄个 GDP 的65%以上，啊，所以真有决定的这个，伊今年开的会，啊，啊，就是明年联合国要执行的迄个代志，吼，踮咧联合国。因七个国家决定的代志，吼，就是明年
联合国要执行的，哈、哦，这个这 G7 的一挂领袖合照，哈、哦，啊，这个嘛是哈，那你当看做讲有 TCG 啦，啊，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啦，啊，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哈、哦，拢在这个杂志内底拢看得到，哈、哦，啊，这是哈。哦G7 哈、哦，就是讲，伫立足的世界大战了的迄个国际秩序哈、哦，诶、那個，迄、那个改变吼、哦，即马台湾吼嘛是改变的时阵啦，吼、哦、啊下骹这個就是讲，川普的当选加这个托领袖吼、哦，诶、那個，迄、哦啊那个吼啊，迄个。台湾会在这个他们的川普这个漩涡里面哦，台湾会引爆到在里面哦，在参与在这个里面。好，你看看这个主，这个川普当选了哈，中美大战、贸易大战呐、啊，还是讲这个一挂代志啦哈，好，你看咱近两年来的哈，因为这個。哦，啊，川普哦，按台湾甲纽约的内底吼，尤其你甲看最近吼、哦，更加明显，吼、哦，更加明显，吼、哦。啊，这个这是咱的秘书长，吼、哦，啊，甲一个托领袖，甲夫人的迄个合照，吼、哦。啊，这是咱台湾民政府甲美国保守派政党的友好关系。就是参美团啦，吼，咱迄个510了，吼，啊，派去迄个美国迄个美东团，哈，加这个，这个是共和党的，哈，这种共和党的，哈，共和党的，党鞭，吼，党鞭，有，啊，啊，这嘛是共和党的，哈，保守派，迄个。政党的友好关系哈，政党友好关系，啊，这内底有，哦，大臣、部长、郡守、总郡守，啊，事务郡守，啊，加这个部长哈，啊，合照哈，合照，啊，这是参加这个 TACC 台美商会啊，这是本土台湾人啊，啊，加这个美国哈，啊，成立的一个迄个商会诶筹备会啊，去。好，啊，搁去这个联播，美国的联邦新闻网，哈、哦，声援台湾民政府，哈、哦，要求中华民国停止政治迫害，哈、哦，去，哈、哦，这个，哈、哦，联播网，哈、哦，伊个固定时段，伊会甲你播放，哈、哦，好、哦，啊，这是参加伊个这个，哈、哦，这个，哈、哦。华盛顿市民的迄个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好、哦、为台湾民政府声援，啊，还去参加这個，啊，联合国，啊，这是咱，你有去参加这个联合国，啊，就参加，这是咱去年，哈、啊，去年2017年嘛参加联合国，啊，去年嘛参加联合国，哈、啊，2018年，哈、啊，咱。佫再领台湾人参加联合国，啊，还有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啊，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啊，啊。首官跟你讲过，起码是联合国是观察员的身份。咱是去参加联合国，咱无观察员身份啦。无观察。无。咱会当入去啊，参加，会当入去参加，好啊，恁像 ROC 伊就无法度入去。我都参加，吼、哦，咱有法度入去，我都参加。啊，有这个政府的迄、那个，伊有发这个政府的 ID， 你凭着那个政府的 ID， 才有法度入去。嘿。台湾民政府也变单纯了，嘿。也，福建人是啥物啊？台湾民政府根据伊的法院的迄个判决书来，就是罗州 CS 令，哎。
啊，第二届，因为美国的要求按这个咱的夫人的名，爱搁登记内底，姓这是美国的要求啦。两个人嘿，因万一若讲一个，万一若讲一个出代志，还搁有另外一个人，哎，迄是嘿。啊，这是去联合国哈，联合国哈，迄个住喺一个哈饭店的迄个合照哈。啊，这是雪旅哈，这是咱的公关公司啦哈。哦，爱摕一张啦，哦，摕一张，哦，摕一张，哦，摕一张。哦，这张你甲看哈，伊只有写 government issue ID 哈，政府的 ID。哎，这个日期，2018年，哈、哦，9月24号，哈、哦，啊，佮我写这个哈，伊、哦、这个、UN New York， 啊，写你的名，哈、哦，这个、网络上有人摕这张出来讲啊，有入去联合国，啊，结果佮注意看吼，伊、哦、这日期是甚物6月，啊，这毋是联合国开会的时阵啊，吼、哦，啊，咱这是正是9月24。交给利息入去的，吼、哦，这是政府的，吼、哦，政府的，而且佫特别，吼、哦，有这个 government， 吼、哦，政府的这个，吼、哦，专用的，吼、哦，才有法度入去。吼、哦，咱拢有摕这张，吼、哦，咱有，吼、哦，咱是政府，吼、哦，啊，所以发摕的是政府。吼、哦、啊，这个曾部长，吼、哦，曾部长，吼、哦，有入去开会，吼、哦，有入去开会。啊、哦，有参加这个会议，啊、哦，啊，这是咱这个《Examiner》杂志哈、哦，去参加他的那个晚会哈、哦，参会哈，啊、哦，啊、哦，这《Examiner》参会哈、哦，啊，这个相见欢哈，跟这个那个南会副总理哈、哦，副总理哈、哦，跟咱的大臣哈，哎、哦。啊，赠送的那个纪念品啊，赠送纪念品，副总理的哈，副总理，挂吗？哎，这个是大臣。大臣。哎，大臣，哎。哎，国土安全署，哎，啊，这是那个哈，那个这个，这个哈，合照啊，合照。哦，啊，这是开会了哈、哦。这个咱的官员哈、哦，去联合国开会了的合照。尼尔、谢瑞、部长哈、哦，咱部长入去开会。好、哦、啊，摕这张就是这个《New York Times》的杂志，好、哦，好、哦，诶、欸，报纸了，哦，报纸。咱卡在顶头的报纸，哈、哦，啊，咱部长哈，啊，着诉求，哈、哦，诉求，哈、哦，就是讲咱那个是迄个无迄个言论啦，哈、哦，啊，个是活在这个政治的炼狱内底，哈、哦，啊，哦啊，这边去电脑讲哈。哦啊，迄、那个尼尔哈、哦，有代表咱参加哈，即、哦這个高级哈，伫、哦、华盛顿 D.C. 的白宫经济峰高峰会，啊，内底主要有哈、哦、有即几个人，啊，佮有即个伊万卡哈、哦，美国总统的迄个女儿伊万卡，哈、哦，啊、哦。哦，伊万卡，哦，伊万卡，啊，啊，咱伫内底开会，啊，一定人踮外口，哦，伊就无法度入去开，哦，讲伊要参加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哦，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对，哦，要入去，嘿，啊，就无法度入去啊，因就无法度入去开啊，啊，咱就无法度入去开啊，哦，啊。联合国发言人哈、哦，已不承认中华民国护照啊，嘿，啊你啊，伊个
要入去吼，较早吼摕台胞证还阁会当入去，啊，即摆吼护照加台胞证都无效，吼台湾人遭拒绝联合国总部外面，吼，啊，即摆另外加即个合作台湾居民居住证，吼，台湾居民居住证，吼，爱加一张。夹在内底，夹在咱的 passport 的内底，才会当入去联合国。哈、哦，啊，你若去摕这张哦，咱陆委会有反应啊，啊，依法可以注销台湾户籍。就是讲，你摕到这张，等于着你就是中国人啊，已经中国人啊，中国籍去啊。哈、哦，啊，咱这张身份证，哈、哦。啊、哦，是 USMG TCG 架构下，哈、哦，根据这个《盟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二 B、四 B、二十三 A、《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都去发的，哈、哦。诶，这新新闻证，在这个 USMG TCG 架构下发的新闻证，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哈、哦，本土台湾人，哈、哦、，TW， 哈、哦，哦，啊，咱有同心，哈、哦，摕这张咱的身份证。哈、哦，啊，去换这个哈、哦、入场的这个参观证，哈、哦，入去这个日内瓦的这个联合国总一个一个诶联合国，哈、哦，会当入去，哈、哦，会当入去。啊，咱嘛集体的哈、哦，集体，哈、哦，咱酒会哈、哦，这边去诶，一个开酒会哈。哦啊，大家讲啊，来去这个联合国，吼、哦，啊，用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入去看卖啊，看会使袂？啊，结果会使，吼、哦，啊，大家吼、哦、入去，啊，踮咧这个联合国的广场，吼、哦，即个联合国的国，吼、哦，一个吼，广旗杆旗子的下面哦，合照一张。哦，表示讲有入去这个所在，会当入去，啊，会当入去。啊，这是一个中国政策啦，哈、啊，这恁会使入去这个 YouTube 啊，拍一个中国政策入去看，啊，这有超过十一离婚的时间啦，哈、啊，啊，咱今日就卖浪费时间，啊，我把重点讲出来，哈、啊，我把重点讲出来，啊，啊，台湾不是这个。好事的一部分，吼，唔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台湾也唔是这个 PRC， 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国的一部分。啊，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托管地，啊，托管地。啊，这片哦，这片是真多美国的智库啦，吼、哦，教授啦，大学啦，有名的个大学啦，吼、哦，啊，甲这个吼、哦，一挂政府的单位啦，像国防部啦，吼、哦，啊一挂这个什么，这个政府的一挂单位啦，吼、哦，国务院啦，吼、哦。啊，这 CIA 啦，吼、哦，啊，你甲注意看，嘛有咱台湾民政府 TW 哦，啊，在遮，啊 ，USMG TW， 国防部美国军政府台湾，吼、哦，所以这片、这片哦，甲咱台湾的法理地位讲啊足清楚的，讲啊足清楚的，吼、哦，啊，咱 USMG TW 这个单位嘛有参与哦，唔是讲无这个单位哦。哦，伊若要启动，伫五角大厦内底办公室，伊就随时启动，哈、哦，
哦，啊，这是影响咱台湾的两个这个条约哈，一个下关条约，啊，一个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啊，我拄仔有讲哈，这咱去甲这个天龙拜寿哈，这个广场内底哈，这是去甲靖国神社哈，我拄仔有讲啊，哈，咱是哈。这个39,000哈，在内底，哈，咱有迄个参战权哈，大日本帝国哈，不可神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有宪法颁布在台湾，哈，啊，成为神圣不可分割，啊，啊，这个广场内底有两种旗，啊，啊，台湾民政府旗加这个日本国国旗，表示这大日本帝国天皇这个大日本帝国下骹有一个日本国，加一个台湾民政府，吼、哦、啊，这个台湾民政府是后摆要甲日本同款变作邦联，吼、哦、大日本帝国下骹的邦联，吼、哦。哦，啊，这就是华理台湾加政治台湾啦，吼、哦。这即马就是讲，咱 TCG 顶头是 USMG， 美国军政府、国防部、美国总统，哦、啊，中华民国治理当局属于 AIT 是国务院，美国总统。啊，即马慢慢啊瓦解这边，哦，即马 AIT 伊承认伊有这个这个海军陆战队。哦，啊，慢慢啊，伊个哈，这个你看，李英杰个身份嘛是有军人的身，这个背景，哈、哦，慢慢啊，伊就无缝接轨，哈、哦，无缝接轨了，会加这个哈、哦，这个美国的这个哈，实在是讲伊这个海军陆战队，我拄仔在恁看。好，一直存在在台湾，好，一直存在在台湾，好，所以无缝接轨，哈，就是咱台湾民政府要无缝接轨，好，变成 USMG 这个国防部，阿拜就是，好，赶快这个美国总统，哈，好，这是 AIT 的一个来哦，哈。哦 ，Marine House， 哦，这是 Marine House， 啊、哦，海钓啊之家，哈、哦，海钓啊之家，哦，啊，这是国徽啊，伊是美国的国徽，哈、哦，诶，来哦，哈、哦，啊，这，哦，啊，在圣彼得的时阵，吼、哦，伊无升国旗，哈、哦、，AIT， 哈、哦，是民间单位，哈、哦，伊无升国旗。啊！即摆伊搬去，伊即摆已经把国旗升起来，吼、哦，吼、哦，美国国旗在内湖已经升起来，表示，吼、哦，这个伊是官方啊，美国军政府，吼、哦，这个 USMG 国防部，吼、哦，这个单位，吼、哦，可能会来接手，吼、哦，会来接手，吼、哦，啊！即摆伊嘛承认讲，这个。美国承认讲有海军陆战队，哈、哦，啊、哦，5月6号搬过去的时阵，哈、哦，啊个5月1号天龙要接位，哈、哦，啊个新的年号要开始，哈、哦，这个是美战，啊这个是日属，哈、哦，所以说美国是不是哈、哦，这个啊五月美国总统要去见天龙，6月。习近平要去见天王，啊，7月参议院、众议院要改选，是不是要改选了后，会当修改这个日本的第九条的宪法，吼、哦，日本有参战权，吼、哦，这种咱会当值得观察啦，吼、哦，会当值得观察。啊，这是海钓啊，啊，海钓啊，海军陆战队。
啊，李英杰哈，伊就是一个军人啦，啊，副处长嘛是纯台北，啊，这处长跟副处长拢是这个哦，拢军人。啊，顶上一任那个梅建华也是哦，国务院系统，啊，所以无缝接轨，哦，美国在做事哦都哦，无缝接轨，和平转移，哈，啊，这是 USNG。啊，这个美国军政府的管辖权，哈、啊，甲台湾，啊，这是旧金山，啊，第四条，啊，第四条，哦、啊，第四条，啊，伊内底有一个，哈、啊，美国军政府，啊，美国军政府，啊，日本承认前述第二条与第三条中的美国军政府，第二条就是咱。台湾啦，第三条就是琉球啦，哈、哦，对日本与日本国民财产处分的有效性，哈、哦，啊，这是 USNG 在台湾，啊、哦，在台�N，啊、哦，就是USNG， 在台湾，好、哦，啊，这是咱的民政府，哈、哦，啊 ，USNG 成下卡一定有一个。在当地要成立一个民政府啊，这是咱的民政府起啊。啊，台湾关系法内底嘛，嘛有军政府哦，你啊注意看哦。第，这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行啊，啊，这是伊的美国政策哦，啊，啊。第三条的 B 哈，美国总统和国会将依据他们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遵照法定程序，决定提供上述防卫物资及服务的种类及数量。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应包括美国军事当局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uthorities） 哈加 S。向总统及国会提供建议时的检讨与报告、哦，所以美国军事当局，哈、哦，一加 S，、哦、所以包括这个总统甲国会，哈、哦，总统甲国会，哈、哦，啊，这是政策，哈、哦，这是政策，美国的政策甲法律，啊，政策甲法律就是讲一定爱做的，美国总统一定美国一定爱一定爱实行这个代志。一定要实行的。哦，啊，这是第二条啦，吼，第二条，哦，第二条 B 吼，就是这个吼，咱这个吼对台湾的吼，甲澎湖的，哦，放弃一切的权利跟名义的与要求，哈。啊，二十三，第四条我拄仔讲过，哈。好，啊，二十三条哈，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哈。主要占领全国，啊，啊，就过来讲的 TACC 啦，哈 ，TACC 就是咱成立的，哈，这个台美商会，哈，台美商会，啊，伊的目标就是讲，促进企业互相的新关系，现有的商业，哈，啊，提供公共的支持，啊，立法跟政策进一步。确立台湾跟美国的成为成功的盟友啊，这是伊的目标哈。啊，任务是讲哈，这个按企业甲商人哈，啊甲一寡领袖哈，啊代表哈，一起来发展促进台湾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跟经贸联系。啊，啊，当然会员愈大愈好啦哈，啊，尽量大家参加啦哈。啊，而且这申请表内底哈，哈，伊这是哈，这个哈，有分做哈，1000块加10000块的，哈，就是微型创业加一个哈，一个哈，较大的企业啦，哈，还是讲较大的生意哈，啊，参加这个哈，这个。Corporate 哈 ，Membership 哈，那较微型创业的参加这个1000块，哈，
啊，伊这无限定讲是迄落一定爱是本土的啦吼。啊，这是咱台湾民政府甲美国啊设立的一个商会啊，商会啊。啊，这是咱以前那迄个啊五个五一零啊啊，真无简单出团哈啊去美国哈啊。啊达成这个台美商会的一个谈判团，啊。啊？无，这团是，迄阵啊，台美商会，因那是 ROC 的台美商会，因那是日本政府的，迄台美商会民间组织，啊，咱这是美国政府甲咱这个，以民政府的。设立本土台湾人的根据这个这个对对对，这是咱政府组织哈，以咱台湾民政府的迄、那个加美国的设立的无同款。这已经成立啊，筹备会我拄好迄个有办啊，哦，会参加，即马足侪咱台湾民政府的学员拢。拢有参加，有参加这个，拢会甲你发消息落去，吼、哦、啊！所以即摆咱即摆就是讲，咱台湾的一挂农产品啦、啊，吼、哦、各方面的，咱台湾民政府的学员会员内底，哪法度的，伊要甲咱帮忙，甲咱迄落，吼、哦、啊，美国一方面的消息，吼、哦、啊，嘿，一千块。美金，啊，你会当参加？啊，譬如说咱一年每年拢爱个 renew 爱个重，对。啊，像讲你拿咱台湾的强项，医疗器材，吼、哦，还是讲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吼、哦，还是讲这个一挂个生物科技，咱拿动心内底，吼、哦，还是讲咱的。伊都拢会当透过这个平台，介交流，啊，伊也有咱 news， 诶，平台啦，你若讲微型创业，你讲你私人，你咪在参加，你有啥物产品啊？你有要伊都吼，啊，你若讲较大个企业，当然你都。爱参加迄度较大个吼，啊，微型企业就是讲个人工作室啊，哦，你有啥物发明啊，你有啥物专利啊，哦，你有啥物，看你个人的需要，嘿，对，吼，所以这是咱为咱本土台湾人设立的，美国替咱设立，啊，替咱设立，甲 ROC 的民间组织无共。嘿，咱无同款的组织，嘿，啊，这是墨西哥的总统吼、哦、来演讲吼、哦，啊，这边去吼、哦、真无简单参加啦吼、哦，啊，出团吼、哦、啊，五一零事件了吼、哦，各方面的迄个突破各方面的困难啊，参加啊去尼尔嘛，真敬业，迄公关公司嘛真敬业，讲你能当来。啊，参加这个全球高峰会那个会议哈，啊，这个会议的情况哈，啊，佮参加这个商务交流啦哈，啊，这内底哈，佮这有啥物啦哈，咱那有啥物啦，有甲咱看咱的广告哈，啊，这是诉求哈，这是甲咱广告的迄个诉求，啊，这诉求的内容就是讲哈，咱有这么好的表现，有啥物表现？就是全球经济的领军人物，亚洲第五大经济体，第十一大经济，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哦，每年有285亿的出口，美金出口，哦，啊，237亿的进口，美金的进口 ，GDP 有1.1亿美元，哎，生产总值，哦，啊，但是有这么好，没有国际上承认的政府。护照没有国家认可，哈、哦，外交哈、哦、没有被国际认可，哈、哦，所以咱是一个没有被认可的国家了，哈、哦。
咱的诉求，看那些以前嘛顶头的广告的诉求就是安尼。哦，啊，咱迄、那个哈、哦、商务会议哈、哦，本来有这个哈、哦，有商务代表哈，加、啊、这个一挂参议员哈、哦，要参加哈、哦，啊，这参加商务研讨会的现场，啊，商务研讨会的现场，啊，啊，这是啊，咱的 logo， 有啥物啊？那你 logo 弄在这个会场的那个，好、哦、弄赞助者，那是赞助者哈，那、哦、是赞助者，哎，啊，过去参加这个电台政论节目哈，哎、哦、啊，介绍哈，你、哦、有介绍咱台湾民政府，啊、哦、啊，这下面他们美国的全国的这个广播啊、哦，不时的那个哈，也、哦。重复的那個宣传咱台湾民政府，哦啊，咱入去这个联合国，哦啊，这个哦有这个哈、哦，这个哈参、哦、加论坛啦，参加会议啦，哈、哦、啊，这个哈孔科迪亚啦，这个会谈论坛啦，哈、哦、啊，个重要性就是有看的这个。New York Times 这个、哦、大蝙蝠的那个广告哈，咱台湾民政府的广告，哈、哦，啊你咱去了后，哦，无外久，哦，联合国转来了后，哦，迄、那个美国的迄个国务院网站的国旗就消失了，哦，哦，哦，就消失了，啊，这是较早以前有的时阵，哈、哦。啊，一挂啊，一挂像这个旅游局啦、观光局啦，吼、哦，这一挂国旗也拢无去啊，啊，拢无去啊，啊，国旗拢无去啊，啊，台湾这也拢空白啊，吼、哦。啊，咱去美国了，吼、哦，联合国了，吼、哦，美国都挺台湾参加 WHO， 吼、哦，啊，啊，咱。本来有要去啦，到尾一团哦，搬去美国团，吼、哦、吼、哦，去迄个，就是我拄仔讲迄团，吼、哦，到尾啊，迄个算无，一团算无成，无去就对啊，啊啊，那、這個、国王授权法案吼、哦，啊，差不多，嘿，就，嘿嘿。美国拢有甲咱安排啦，嘿，有咧安排。嘿，好、哦，这是，好、哦，这个，过来就是这个，哈、哦，这个美国通过足侪军事法啦，哈、哦，过来就是通过这个，哈、哦，什么，这个，哈、哦，美国两个月内，哈、哦，竟提了五个台湾相关法案。哦啊，最新一个竟瞄准台湾的国王委员会，哦，哦啊，国王授权法案，哦，哦啊，强化哦台湾军事，哦啊，呼吁遵循台湾关系法，哦，国家台湾国际参与法，哦。而且亚太小组的主席跟民主党的首席议员哈共同提案哈，哦，而且提出的几个法案哈，啊，还有一个重要紧的就是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啦哈，还有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哈，这亚洲再倡议保证法就是讲，在这内底吼，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台湾的哈关系啊、朝鲜关系、南海自由权的一个关系，哈、哦，即挂问题吼，美国即、這个他就是讲美国总统了，有最终的决定权。就是讲，
就是讲中国，吼、哦，甲中国的关系，台湾、朝鲜，吼、哦，啊，甲南海，吼、哦，这是美国我两岸关系，我总统说的算。啊，啊，这是境外海关哈、哦，就是讲在美国的国内机场，好、哦，安特烈机场啊，直接飞来咱松山机场，好、哦，这是首航。啊、哦，迄阵啊，这是 global entry 啦，这还未开始，但是已经有这个计划啊。但是这亚太这个主席哈，啊、哦，这个索拉斯。哦、已经背起来了，啊，甲这个梅建华，哦，首航啊，首航，应该是真紧啊，真紧，真紧。啊，台湾旅游话是不是相对梅建华？这我讲，这我讲，这即马，这上要紧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啦，吼、哦，台湾旅行法，这就是在补这个台湾关系法的不足，吼、哦，啊，这内底吼。哦这个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下进入台湾、进入美国，并与美国官员会面，包括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在内，台湾高级官员就是台湾，咱台湾民政府，咱台湾民政府。啊，允许台湾政府所有的官员到台湾访问，并与相关官员会面。好、哦，啊，允许。美国允许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啊，及任何台湾在美国成立的机构，在美国进行正式活动，美国国会成员、联邦及各州政府官员、台湾高级官员参与其中，而不再受限制。也就是把这个 ROC 哈，这个台北文化经济代表处下。即、这个台湾旅行法内底，佮定位伫内底啊。吼、哦，伊即边像柯文哲啦，吼、哦，因即挂馆长去啦，吼、哦，吼，因即去吼，毋、哦、是即高层官员，吼、哦，因即高层官员袂当入去即个华盛顿 D.C.， 咱会使入去，哦、咱会使入去哦，吼、哦，因拢袂当入去，啊、哦，所以伊即会当佮伊美国个。啊、哦，美国的一个在美国进行正式活动，因这挂也当进行活动，甲国会议员也当里头，哈、哦，啊，甲联邦的各州的官员也当里头，哈、哦，这是，哈、哦，唔是高级官员的时阵也当里头，啊，这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哈、哦，哈、哦，所以台湾旅行法已经把 ROC 写在这内底啊。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啊，台湾民政府讲定民政府，对啦，台湾民政府就是政府甲政府嘛，嘿，啊，蔡英文因是机构嘛，无，嘿，对啦，嘿，所以说，你安尼算你有了解啦，哦，这就是黄之翰啦，黄之翰就是这個。这个，咱第一次控美案的一个书记官，啊，第一摆台湾旅行法给的时阵，就是伊来迄个访台啊，哈，啊，伊是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的，哈，啊，伊来的时阵，哈，啊，这个是。蔡英文啊，吼，蔡英文去的时阵，按台湾出发，洛杉矶、巴拉圭，啊，经过来这个南美、休斯顿，啊，这个经转来台湾，所以根本伊就无去这个华盛顿 D.C. 啦，吼、啊。伊无法度啊，啊，台湾的主权在谁的手里？啊，这个美国的卫生部。比如说在世界的卫生大会来的记者会讲哈，联合国没有一个组织有权利片面决定台湾的地位哈、
美国首次公开否认台湾，否认中华民国是国家，啊，联合国的会员呢，必须具有国家的身份。台湾或中华民国对联合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国家，哈。啊，这个鲍威尔，哈，在北京哈受访的时阵哈，台湾非主权独立国家，啊。啊，拄仔我讲的讲吼，迄个台湾，迄个亚洲保再保证啊，迄个倡议法吼，倡迄个伊这这川普吼直呛两岸关系我说的算，吼，所以迄个法律上拢写啊足明啊，吼，真明确吼，真明确。啊，咱台湾民政府啊，美国啊。在美国在跟我们宣传，在电子媒体的一上面顶头，跟我们这个做宣传，啊，这杂志顶头，杂志顶头，有咱的 logo， 跟咱诉求咱的主张，加一条，啊，佮跟咱，迄个。在每一个 local 顶头曝光啊，啊，咱这是咱的福林啦，哈，咱的福林，啊，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啊，这是福林参加这个就职典礼，啊，总统45届就职典礼，啊，他的位置是在最前面的，哈，最前面，伊这单吼，提是黄单吼，上盖头前，啊，另外。一这这个哈就职最前面有两个保镖保护，啊，这尤锡坤加这个林佳龙啊，因徛在后边，啊穿黑衫徛的，啊，一前一后哈，一前一后，啊，就会当看出咱的迄个在美国的心中哈的地位啊，哈。啊，这是咱福林加这个。托领袖哈合照，啊，这是控美案哈，那个这个去高等法院哈，啊，这个彭斯哦，这个无简单啦，咱台湾民政府哦，正正甲迄个副总统见面，高级官员甲高级官员，踮咧华盛顿 D.C. 啊见面，哦，啊，这是见面的迄个。一个场景啊，哈，好，啊，这是这个影片啊，哈，啊，就跟咱的林立荣林律师哈握手，啊，林律师讲，我们是台湾民政府，彭斯对应讲 ，very good， 非常好，啊，官员跟官员直接。见面，啊，这是咱去参加迄个酒会，福林店遐发表演说，甲总统的这个高级顾问，哈，这个康威，啊，官员，啊，见面，啊，合照，啊，甲这个议会议长，啊，议长福林。啊，合照，啊，甲这个尼加拉瓜的大使、大使啊合照，哦，啊，这是在新闻博物馆哈，在遐参加举办这个酒会，啊，这看到就是国会了哈，安尼看到就是国会，啊，看到就是国会，所以解决台湾的问题啊，就是在。华盛顿 D.C. 哈，哈，白宫甲国会啦，哈，白宫跟国会，哦，啊，这是咱，这是日本代表，哈，日本代表，哦，这日本代表，哦，日本代表，啊，恁去联合国，哈，联合国，咱拄仔我拄仔讲，
哦，啊，这是咱提这张哈，提这张，哦啊，咱的同心吼去要证明吼，迄阵啊要证明讲这张身份证有效无？吼，啊，就专工爬去这个关岛吼，关岛，啊，关岛，伊提这张身份证出来，吼，啊，迄个官员提入去迄落出来了。啊、哦，伊甲邓姐因啦，哦，讲这个是有效证件，啊、哦，有效证件，所以咱这有经过官方哦，美国官方认定讲啊，这个身份证是有效的，有效的迄个身份证，啊、哦，啊，这是咱迄个恢复。台湾人国籍大游行哈，啊，诉求啦哈，就是讲日本应该恢复台湾人国籍，美国高院判决了哈 ，ROC 改变台湾人国籍应人权赔偿，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确立了台湾地位，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国际地位正常化是台湾人的诉求啊，这是哈咱华里变革大游行哈，啊的。这个总统府的广场哈、哦，出发哈、哦，啊，这个前导车哈、哦，啊，部队哈、哦，啊，咱的诉求，这边啊，这拢是咱的诉求，就是我拄啊念的遐哈、哦，啊，这是黑熊部队，黑熊部队，啊，这是行进间呐哈，行进间，啊，这到达终点哈、哦，到达终点，啊，这连了。联合报嘛是甲咱看出来吼，风雨无阻，台湾民政府万人游行争取国籍，吼、哦，咱是无国籍，啊、哦，法院甲咱判决无国籍，啊，第二次讲咱会上赔偿，会上申请赔偿，咱的国籍有受到损害，会上申请赔偿，啊、哦，啊，这是，啊，这是第二次控美案了哈，啊。啊第二次控美案，咱就是用这张甲控告，迄、那个 ROC 甲美国啊，啊，甲咱改变咱的国籍，哦、啊，造成咱的损害哈、啊，人权上的损害，啊，啊，啊，你甲看这张哈，啊，查台湾人延续我国国民啊，咱。主队是日本天皇的臣，一个国籍的，哦，啊，中华民国也毋捌来台湾占领过一天啊，哦，哦，这就矛盾了嘞，国土崇光，吼、哦，伊就毋捌来占领，那有一个什么叫做国土崇光，哦，啊，恢复我国国籍，哦，咱就台湾人就毋捌。提过中华民国的国籍，那我什么讲什么讲，我都再恢复哦哦，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哦，所以这真矛盾啦哈，真矛盾。哎、欸，所以这是世纪酒店上荷兰的哈、哦，这个哈奥巴马跟二重桥啊、哦，这就是日苏美战，日苏美战。啊、哦，这就是咱的主张跟立场，这是咱的核心啦、啊，核心价值，哈、哦，咱拢爱到的，啊、哦，就是讲，这个，啊、哦，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遵守国际法，包含国际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啊，立场是安怎？不使用暴力或武力，啊，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啊，这是咱的核心啦，哈、啊，这是咱的核心。啊，啊，即马。中华台北，哈，即马中华台北，哈，伊
就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哈。你啊一个流亡政府哦，拢流亡的在一个城市啦哈，像韩国流亡在上海，啊法国流亡在伦敦，哦，西藏流亡在达兰萨拉，拢流亡在一个城市。啊，中华这个、中华民国哦，流亡在一个台北，哦，啊这。最要紧的就是讲吼，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了，哈，哦，伊中华民国要想要按这个主权甲转给，无法度了，哦，所以是违背这个战争法、国际法，哈，哦，啊，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哈，哦，伊中华民国想要占领就地合法，这嘛是不可能，这是违反这个战争法。啊，国际化，啊，啊，你看，看伊出去，啊，那迄个奥会拢举这支，吼，啊，啊，这嘛是出去，吼，名号做中华台北，啊，中华流亡在台北，啊，举这支，哈，啊，你看伊拉克因那边变成难民的时阵，举国旗，哈，变成难民的时阵呐，因举这支，哈，举这支，奥运旗。啊，咱嘛是举奥运旗，啊，啊，所以，吼，哦，你来当看出讲，中华民国吼，哦，出去外国吼，哦，世界无承认嘛，吼，哦，世界无承认，变成难民啊，甲难民即个同款吼，啊，这是咱台湾的一个法国的迄，那个，吼，哦，在1735年画的图吼，吼，哦，看起来敢若一只牛啊，吼，哦。啊，1895年，日本依据国际法，哈，啊，经营建设完成主权建构，啊，伊按东部甲征服啦，啊，就是迄个高沙族住的所在甲征服，啊，1945年4月1号，哈，啊，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啊，台湾成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已经不是殖民地，哈，啊，就是这张。教书啦哈，诶，在台湾实施，啊，所以有这个贵族院，哦，有三个议员，哦，林献堂、柯炳、简良山，哦，这三个参加这个贵族院，啊，有参战权，哦，咱这吼去参加这个南洋啊战争，哦，造西蒙这个哈39000奉祀供奉在这个靖国神社，哈。啊，这是参这个参战权。啊，这是最后的大日本帝国的迄个最后一个战士啊，啊，刘大迄个李光辉啦，李光辉，卑南族的，啊，嘿，李光辉，啊，日本最后一个迄个军人啦，嘿，军夫啊，咱台湾人。嘿，啊，这是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是我迄哈美利教来轰炸，哦，这哈，哦，这 time 那个 life 顶头有写哈，这个美利教，啊，美利教，1944年到1945年轰炸的最厉害，哈，轰炸最厉害，哦，这台北城，台北市，嗯，啊，这是影响台湾的两个条约，哈。这个南沙哈，南沙这个南沙纠纷，我拄好讲啊，吼，就是讲即马这吼，这中一个自由航行权啊，甲这个天骄到岛的问题吼，啊，甲这个军事化，甲一个吼，一个美国坚持这个自由航行甲安全航行，吼，啊，啊。一直那有提出国际仲裁了，啊，结果仲在2016年出炉，结果所有东西交了，啊，唔是没有倒，啊，没有倒。哦，啊，这南海仲裁来的哈，不承认台湾是国家，中国台湾当局出现12次，所以这个 ROC 有几个名了，这个中华台北中国治理当局。台湾
管理当局，啊，个台北那个台湾文化经济代表处啊，有四个名，拢注册，拢全注册在华盛顿 D.C. 啊。哦，人爱准则适用法律效益，啊，啊，即马真侪国家，英国啦，哦，澳洲啦，日本啦，哦，较早一寡同盟国，哦，以前的同盟国，拢要派军舰啦，哦，拢来，啊，英国也要派航空母舰啦，法国也要派这个航空母舰过来，哈，哎，啊，咱是一个平埔族，哈，平埔族母系社会。华理上哈，咱甲大陆上血缘上啦，甲华理上，咱甲大陆一点关系都没有哈。DNA 哈，检查出来，人类迁徙图，哈，人类迁徙图，哈，甲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哦，那毛利人哈，跟咱台湾的迄个哈，拢这维基拢会通啦，也维基拢会通，哦，这表示讲咱这个高沙族，哦，甲这个毛利人，这个来源拢同样一个来源，哈，哦，啊，这是 USMG 在台湾，啊，哦，USMG 在台湾，啊，哦，这是美国军政府，啊，哦，这我拄仔讲过，啊，这拄仔我讲的美国军政府下骹一定有一个民政府，哈，哦。伊这第一阵啊，美国已经拢设计好啊，哈，哦。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旅行证明书，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旅行证明书，哈，哦，啊，这本有用啦，哈，哦，这本还袂用，哦，这本还袂用，啊，哦，啊，这本，啊，哦，琉球的这本，哈，哦，有用过，哈，哦，有点遐有用过。啊，所以咱台湾占领地要发这个旅行证明书，哈，哦，旅行证明书。这外公，这是外公，啊，所以这，啊，这台湾 Post 的 research， 这你有兴趣让上这个网站去查，哈，哦。好，啊，我讲的这个美国护照，咱是摕美国护照的台湾人啦，哦，敢若波多黎各摕美国护照的波多黎各人是安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哦，第一就是讲美国是单一占领国啦，就是直接美国直接占领。你阵啊拍台湾，敢若美国一个国家。啊，第二就是讲有合约哦，有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伊内底有写着。悬空割让，我这个土地，这个主权，吼，哦，吼，哦，有割让，啊，所以这个管辖权是美国六条的，哦，所以，哦，所以按美国的迄，那个，这个美国会当根据这个法律，哦，议会通过，美国总统会当发这个美国的 passport 给咱，啊，有这个华人啦，啊，所以咱会当摕这个美国护照，这个华人，啊，所以咱这个军政府哈，就是经过这个程序哈 ，A、B、C 哈，还有 USMG 啊，加民政这个民政府、民政军政府跟民政府的体系哈，啊，到尾啊，啊。达到最终的一个，啊，就是讲，美国军方因为征服在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最后以和平条约作为新的处置，哈，啊，咱台湾，啊，这美国的占领地拢已经拢到尾啊拢有迄个哈，最终的安排，啊，咱台湾哈尚未有宣布哈，一个最终的安排。哦，你看琉球哈，琉球，伊，啊，伊又经过这个哈，旧金山和平条约，
哦，啊，甲这个军事占领、民政府，啊，甲议会同意公投回归到日本，所以即马也最终地位就变做 Overseas Territory of Japan， 啊、哦，啊，这是台湾占领啊，这是。啊，这是伊甲咱篡改这个台湾光复，啊，这是这个嘿，甲咱改啊，哦，所以按头骗到尾啦，哦，你甲看哦，台湾占领，台湾占领，伊甲你改做台湾光复，哦，洗脑啊，洗脑，洗脑啊，吼，按头洗脑，洗脑，啊，这你甲看迄机啊，同款哦。啊！这美国的海关311吼，日本的名字吼，海啸的时阵，吼，伊直接的这个，送这个吼，设自己家己设验关，吼，家己直接吼，这个入关，吼。啊！你甲看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的两个人吼，徛在遮看，啊，袖手踮咧看，踮咧边啊看尔。这表示讲，伊占领的所在嘛，吼，所以直接占领会当设置个验关、入关的迄个，啊，这一口啊，签一口啊，了后两岸和解，吼，啊，就马上第七舰队的迄个军舰就来到台湾，吼，啊，这美国啊，动迄个。有动作啦，吼，按所有的迄个司令部啦，所有的单位啦、人情啦、吼、军阀啦，吼，所有的拢甲撤销，吼，撤裁撤，吼，啊，国徽也甲裁擦掉，吼，啊，随时伊飞行机要降落，拢随时降落，吼，啊，那台湾啊遭受攻击的时阵哦，日美安保条约周边有事，哎，随时会当来支援。啊！而且美国学校的扩建，吼，尤其最近啊，扩建拢完成了啦。南部嘿，啊，北部嘛拢起几啊间，嘿，啊，这是咱迄个吼，一挂吼，迄个州会议啦，吼，啊，参会啦，吼，拢不受影响啦，吼，拢运作啦，试行运作，咱政府的运作，吼，拢有在运作，参会。啊，这游行啊，尤其咱这边啊，三月底啊，二月28台中州哈，啊，游行了拢足成功诶，哈，足成功诶，啊，有诉求哈，有诉求啊，没有两边没有，两岸没有这个台湾没有九二共识哈，啊，两岸是不属于不同主权的国家，啊。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啊，说明台湾是美国的主要占领权国，啊，拢有诉求，啊，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啊，啊，这是哈游行，啊，这游行，啊。咱拢这个台湾的民众哦，宣传台湾民政府哦，到时咱若要执政的时阵哦，台湾的老百姓那个不认识台湾民政府哦，所以美国要求讲咱一定要出去宣传，伊爱宣传啊，美国伫国际社会嘛，伫甲咱宣传，甲咱传联合国，传按这一张面杂志，所有的这个。广播电台在给咱宣传，吼，嘿，啊，这是进所考试啦，吼，你若讲迄落吼，会当迄落，迄个吼，会当参加，啊，这是各州的办公室，吼，扛棒，吼，这是媒体的广迄个报道，啊，这是吼，啊，这美国是占领地的，啊，咱来遵守伊的意志，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啊，一步一步咧给咱无缝接轨。啊，咱甲伊配合，吼、哦，伊即马咧处理即、這个吼、哦、中美贸易，啊，即、這个天龙也起来啊，
啊，即嘛美军伊嘛美军陆战队伊嘛承认讲占领台湾，吼、哦，就美战日属，吼、哦，而、啊、且台湾的国际地位，吼、哦，吼、哦，即将，吼、哦，实现台湾的正常化，国际地位正常化，即将实现，啊、哦，所以。这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哦，那也得，哦，台湾民政府即将执政，啊、哦，台湾人民爱准备好迎接全新的台湾政府。好，安尼我感谢，哈、哦，啊，今日讲到这。